Twilight Trio.这是超暗的，所以建议拿手电筒。所以现在停在第一站。So, 只有一块钱罢了，一块钱就可以进到里面了。所以，啊，超过60岁的嘞就不需要收费。所以，我买了一个 ticket， 就这个地站只有4层楼，然后4层楼就可以到达了。所以现在就要慢慢爬上去，它里面其实有蛮多。最重要是不要乱触碰，不可以乱触碰墙壁，所以记得要小心照顾好环境。会肮脏啊？那边很滑，差一点掉下来。哦，很滑啊。哦，所以现在我就进山洞了 ，Let's go。你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没有事情，你上。上这里啊。下这边。OK。OK，Thank you。这里是非常非常的暗的，这是超暗的，所以建议拿手电筒。所以现在停在第一站，哇！到现在，我继续前进。大山水下来，真的是太美了，真的是很美。我终于做到了。这个是叫 Fairy Cave， 所以这个 Fairy Cave 是有米连的历史，我看它写着170米连的山洞的历史，所以这样有历史了，不可能没有来。给大家看一下它山洞了，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怎样的。上面就是有蝙蝠，有那些石头。首先，再去走去另外一个山。好斜啊！这也是有水沙掉下来啊。水珠掉下来，这个是天然的水珠，然后要很小心。又要继续爬，所以需要跟着指示走，就是这个 arrow 走。
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入口其实蛮危险一些的，如果一不小心滑倒的话一定是很严重的受伤啊。所以如果真的爬山不行的话，真的虽然它有这个盖扶着，但是你看它整个山都是很斜，你看啊，我要走到最下面那边。So, 你走路的时候就要看地上，而不是看镜头。给你们看全景，就是这样，爬到最高上面。其实下来过后，还有一个景点就是爬去它的阳台那边看整个场景。I love Fairy Cave。所以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一集我爬了山，喜欢的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。